好，万事俱备，准备进攻汉中，踏上凉州之旅。最终目的我们要经过，我们要拿下汉中，然后西平关，然后最终目标是凉州。凉州有狼牙枪，还有青钢剑。这个游戏因为刘备没有双股剑，没有这个宝贝，所以我们还是让他是一把宝剑吧。不过他要去凉州和马腾单挑才能取得。好，征兵。赵云忠臣图63，等一会儿有机会还是要加一点，不过63可以出去打仗了，不会被撤返。我们卖点米吧，钱不够啊，等会儿打两个，打下汉中估计也要征兵啊什么，还要花不少钱呢。啊，暴动啊，哎呀，这钱米会少一点喽，士兵应该量没有减少。一千都是1000，好，好，好。存档。攻击汉中，汉中，去侦察。有张任和严颜两员大将，这个估计是块硬骨头，但是没有什么能阻拦我大军的步伐，硬骨头也要将它啃下来。全军出动，打！当当当当！汉中之战揭开了帷幕。刘备好像躲在小树林里面。出去，离树林近一点。等一会儿啊，争取躲到树林里边，这样啊，在树林里和敌接战啊，我们有丛林战的秘籍。可以减少一下，减少一些士兵的损耗。赵云将军，吴将军你就在后面点火吧。抢占树林。军三支部队抢占树林，腾飞，估计机动力不够，差一点，好吧，看看对方情况啊。严颜果然如此厉害，乌兰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麻烦。张卫也是容易对付的，张任守在城里应有点难对付啊。严府小意思，等会儿让关羽一个人
去怼他的一支军队吧。绵延率军杀气腾腾冲了过来，策略策略史记，火计不行啊，可能他在山上，那就药计。好，别小看损伤在100多兵，其实他一损伤，一般好像是从骑兵为主开始损伤，所以对方如果骑兵量明显减少的话，我军会占有比较大的优势的。好，火计成功，再使计，又再一次损耗了敌军。就你无所谓啊，再来继续火计，慌慌慌，又没成功。休矣，那就休息吧。来了个大交叉换位，无疑是无疑进攻刘备。好啊，是炎炎，是炎炎，好，丛林里卡住两棵树之间的通道，让敌人一个一个来送死。汉中之战正式开战，有一支对方有一支骑兵部队悄悄地绕到了后面，工兵给我射。前射他的步兵，侧射他的骑兵。好了，骑兵虽然冲过了我们的弓箭，我剩下不多了，刘备应该可以对付吧。刘备轻松地灭了对方的30多骑兵。哎，敌方要跑，全军突击。不让他跑，哎，不能让他跑，咒父，你怎么老不成功啊？哦，炎炎休矣，跑不了了，老头你跑不了了，哥，你，哎呀，不好。还是让他跑了，老奸巨猾居然让他跑了，哎呀，敌军攻击无法炮制，我们先在树后守一守，防箭，放箭，哇，
所以这方面效果不错啊，打到现在只损失了十多个骑兵啊。咻！不要让他跑了，不然你休矣，射死他，射死他。哎呀，忽然深深的被射成了刺猬。关于刚才受的虐伤，正好到医馆去。哎，好像近了一点，离他十个人近。没事。没事。这是那个张伟。张伟，武力值不高，点五。天赋那个武力更低，所以我们等会儿派关羽直接把城外的两支部队给灭了，先退后一下，不让他使计，然后我们积累一点新动力，这叫养精蓄锐。派谁去？派张飞，试试蛇矛的威力。对，派张飞吧。山地兵，这次在这种山区行动比较自如。解除阵，杀张卫，你时机不远矣。向上，不是向下，士气向上，增加攻击力，全军攻击力增加。哗哗哗，砍瓜切菜般。骑兵快打完了，他的骑兵还没进入战斗，想偷袭我，好好好。燕人张翼德岂会惧怕你区区100骑兵？哈哈。估计他搞得最后张卫死了，他的骑兵都没碰到我。果然如此。攻击严府，这个三军将士歇息，看我老张一人单挑他1000人的军队。张翼德与万军从中取上将首级，如囊中探物耳。哈哈哈！
去，这就是你老年的手机。哎，还是跌了两个体力值，被射了一支箭。又是一箭，哎，没事。又是一箭，哎，啊哈！百万军中取上将，哎，攻击！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，呵呵呵，哦，一下再轻轻一喷他就完了，哎哎哎。张瑞比较难对付一点，张瑞还要使劲，吴军被困。好一个张瑞，还是有两下子嘛。张飞动不了了，暂时。损失了不少兵力，退下退下退一点，要不然走云上吧。三级兵机动力在这里，这种地形机动力比较强。骑兵先给我冲，想办法把工兵干掉，把墙上的工兵干掉。哇，他还用出了强势，哈哈哈。骑兵上了，工兵、步兵接着上，啥？我们要不要也来一把？士气向上，骑兵给我砍！好，我的骑兵只剩20。哇，好一个张耳啊！一阵弓箭将我的骑兵射得七零八落，所剩无几。哦，在后面这个步兵、弓兵危险了。哦，步兵队全军覆灭，剩下弓箭兵啊，哭称啊，全军覆灭。没事，全军覆灭也不怕，还有我子龙在此，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。杀，砍，卧。子龙是狼牙枪还没有拿到，杀伤力也略有逊色啊。好，咱们去单挑张任。
到子龙在此存一盘。赵云在此。长冷空气。再来。武功不错，张亮。再一次攻击，损伤体力39，好。哇！再一次，哎，嗯，居然又被张亮夺掉了。嗯，赵云也夺过攻击。哈哈，张任被跳于马下，我军汉中之战胜利啦！存，赶紧保存。汉中好地方啊。可惜我们不能久留。这里倒是蛮齐全的，赶紧这个看病，疗伤。还是先征兵。把兵力增加，免得周围有什么这种种族马腾刘璋的势力，免得他们对我们有什么不好的念头。刘关张赵各带1000兵，一级也带足，对，继续疗伤，子龙继续疗伤，稍事休息，我们还要踏上漫漫的征途。好，扩展剑、青龙偃月刀、甲胄，这都是关羽已经装备齐全，张飞也都装备齐全。赵云有了甲胄，但是他的攻击力差一点，他没有趁手的兵器。我们先把赵云忠诚度提高。
好，继续上次一下找云，这次应该80G的吧，然后再来一次就可以搞定。汉中之战圆满完成，准备下一个目标，西平关。